安怎留住吼咱的少年人，一定要增加就业机会，甚至创造一个地方啊啊欢迎的发展的未来。所以呢，不只是乡客变游客，阮针对整个位那北港水南哈口湖，整个云溪啊文化廊道的一个串联哈啊，透过咱藤呛哈，透过五分车，要整个做一个串联规划。张立宪说，大北港科技产业园区开发基地面积约80000公顷，其中台糖土地约占60%。透过糖厂的观光、妈祖文化串联，引入相关产业，增加就业机会，留住年轻人，也带动地方产业发展。